你是说鸡蛋的蛋白？只要倒热水进去，鸡子白就会溶解掉，露出水来。将殿下带来的坛子不慎打破的人，又将它粘着的人，都是小女做的，与小女的爹毫无关联。寡人实在无法相信你。陛下，您没有坐在龙床的资格。我打算换刘以旦去分院，以旦他必须死掉，我才能活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我之女神。